全境旅客所到之处仔细来回消毒，因为从15号开始，入境检疫从7加7放宽为3加4。桃园机场也恢复转机服务，同时开放亲友接送。旅客只要入境申报勾选，就不需要额外申请。不少旅客就因为心智度更改行程。后来改，我觉得还蛮方便。所以说这现在隔离是回家是不是？对，我家在家隔离。3加4新制前3天居家检疫，后4天自主防疫。如果选择居家检疫方案，后4天的自主防疫不能与家人共同居住，得遵守一人一户原则，无法符合标准就得入住防疫旅馆。这3加4都是以同一个地点为全程检疫的一个原则。不过如果确实有必要提出申请来修改或更换这个。 前3跟后4的地点的话呢，那他要向这个自主防疫所在的地方政府来提出申请，只允许就是说地点更换是以1次为限。只是符合3加4资格，后4天要外出也不是想外出就能外出。工作、采买、生活必需品。 或者是属于旅进行商务履约的这个范畴内的上班、参访、演讲、开会才可以外出。如果一直不回来，没有回来的话，我想我们抓一个大概差不多1个多小时，或者持续不断的会联络。如果真的一直不接电话、不联络的话。 我们就会把这样一个事情呈报给民政局。如果入住防疫旅馆，在自主防疫期间外出未归，甚至失联，指挥中心将依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第69条重罚15万元，也提醒民众隔离期间千万别心存侥幸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